台府的水利有好杂的。苗栗台府乡公所靠里岛以前的关系，而来推广菜地安等整点农产品，就用苗路松多屋促销的方式来推台府总理贵的发通。安尼乡亲不是出门，就是来到安好食的台府总理。好食的台府总理，食起来清爽，水果多，过甜土土圆都超过的湿土，停一天食药，食材过好。今年的品质一样维持有更高的评价啊！这个大湖村梨在暑假是最适合，因为天气炎热，大家品尝水梨是最好的。然后中秋节也快到了，所以选择送礼送那个大湖村梨也是以客为尊最好的一个兆头啊！也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民众都唔敢出去落买摘果子，制造观光果园的生意受到过大的影响。台府乡公所为了推广菜地的农产，今年起设的实体发土，改用网络等多媒体的行销方式，鼓励民众多用货多物的方式来买，希望减少离农生意方的损失。想尽办法，挨着中央网络的哈，多种的方式，天台呀都哈，反正做的。从太多爱的推销目的来爱的做相亲的哈，希望讲贵国的相亲，做做的来泰府，唔单止讲来市里嘅，还做的来泰府呀，所有景点来了哈。苗栗县泰府乡高脚地，总有大概300公顷，每年青叶的都旧叶喺高脚地嘅山区，地方嘛推出自家嘅品牌泰府准地，改结拍顺后嘅第五潭水库。富光山色热闹的景色，来带通观光。本民众感受到莫强样的台山县人文美景。客家新闻杨怡乐苗栗报道。